我终于看到好听好听 Hello,、啊、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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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这个图书馆的左边往下走，走到市场门口的时候，抱到了一个鸡腿。你们来说一下自己的行进路线。在寺庙场地往下五米，市场往上两米，这块地毯上面有一个王董事长的鸡腿。我从上面复活金字塔，一路往下走，左边鹅蛋庙就拍到了。你们聊一下自己的脚程和你们的位置。过，可惜。说实话，有点快。过。哦，我出来能保一下盐城啊，我跟盐城在一块。OK, old K, old K, 我跟这个我跟猫不是猫，我在这个他这个花园里面对身份吹，然后底下有一堆人都在饭堂微信啊，我觉得随手披出刀将拿到了，然后盐城没有说自己不信啊，我也不信啊，我也不信盐城啊，嗯，然后我是肉汁啊，我是肉汁啊，然后这把黄符应该没有刀啊，飞碗银好像也没有刀啊，我过了，我要出随手披出。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情况？是我威猛的小老鼠波神 Zaki 威猛小老鼠波神都在最中间，外置位只有水手批出猫不吃狼果盐城还有笑山，猫不吃狼果和盐城互保，然后笑山点了水手批出狼果，点了水手批出盐城，没点水手批出，只有批出是狼银，猫不吃狼果可能是中低级以下，笑山说他是肉汁，那盐城就可能是狼银，对是不对？对，水手批出和盐城出水手批出，我哇，我真的觉得 C 哥分析有道理，我傻了，我翻了，轰轰芒果盐城不是，但是我跟盐城是复活在 C 哥好人会胡言乱语，突然就跑到什么花园去了，所以我觉得 C 哥又不像好人了，直接先出轰轰啊，过了，没信息啊，我是吧，我就在那晃来晃去。没信息，听一下你们怎么说吧。过，好，首先先出随手劈猪，然后呢，就是 C 哥分析的太对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不像个好人，就他像中心级以下，分析的好对，跟我脑袋里想的一毛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都完全不胡言乱语，我随手劈猪不像个好的，然后笑三点了他。我觉得芒果跟盐城他们残害了晴天，并且互相隐瞒了这个事实，没有报。我觉得随手批出芒果盐城都是坏的。过。啊没，小白哥是好人，小白哥一直在我旁边那个。然后，我们先投随手批出吧，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人，真的有很多很多人。然后刚四散开来，那边就有两个尸体。我感觉是双刀了，双刀的话他旁边还有一个狼，我估计反正谁不在我们人群里，笑三他一个肉汁他跑去带走了，很离谱。嗯，先投随手批注吧，然后我保小白哥，然后我单防 C 哥，我过 old K 直接出随手批注，我保猪猪，猪猪绝对是个好人，我拿命保过，谢谢你。什么意思？好人就该被拿枪指责啊，这巴比人善被人欺呀，你是好人吗？打动了吧，马善被人骑呀，真是无语了，什么意思、啊、我是好人啊，你这把分析的，那你确实分析的挺好的，为什么他要投我、啊、我跟你想的一毛一样 C 哥有劲、我信啊、哦、刺客没了，丘巴比母捏牛，我决定去。快，丘巴比母捏牛，快吃的很快，吃的很快，盐城，吃完直接跑，吃完直接跑，吃的很快，吃的很快，小三人海，小三人海，吃的很快，吃的很快，盐城盐城，吃的很快，吃的。哎呦，黄夫妇，让开啊！啊，我们能出盐城出啊，出得去啊，直接投盐城啊，还说什么啊？我操，双倒，上面又是两具爆开的尸体。我操，怎么办、啊，公司？猫不吃芒果，我感觉像不像是秃鹫啊？它像是有刀的不？
出哪个啊？过了。怎么这边还有四个尸体啊，哥们儿？这我们人晕了。哎，那个，我看，哎，算了，就我们这个，那个也不重要了，就把先把盐城投了呗。好吧，先把盐城投了吗？啊不，就我们几个了，先偷芒果。大家真的好多人啊！投我干嘛？投我你们就输了。说盐城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说你很好，喂了我两口了，但是盐城在往下，不是芒果还在往下跑，在往上。谁呀、啊？反正哥们肯定票你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过了，我投盐城了哈。我要活啊，我还想吃，过了。真是有趣，这个局面真是有趣，就是我已知的东西，这能投出来，能刀出来人的话，只有三刀。哎，怎么会有三刀呢？什么情况？坐下狼人舞，随手劈猪。坐下狼人舞，右下角狼人舞，坐一下。有战犯，投芒果吗？你们好人之中有战犯哦。是吗？哎、我操！三个好人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牛叉叉这么搞笑吗？是吗？我操！牛叉叉叉转转转，这么搞笑，今天晚上真是有趣，真是有趣你，是吗？真是有趣你，走走走，好你的，指定你好。真是有趣你，真是高手，我操的，转转转转转。哦，谁投错票？今晚的局面，今晚每局都很精彩，感觉全都能解决。转转转转转，有高是不是有战犯啊？有啊，战犯有啊。你是人吗？好人，那不叫战犯，是狼人的朋友。小三吧，注意你们的言论，没有战犯过了。